欸，可是为什么我南瓜变多了、啊？你的小半西瓜敲掉了，那怎么办？有没有锄头？南瓜不能吃啊！你给我南瓜干嘛？白天的啦，用耕地啦，你出怪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没，那我不能那个啦。你那边还有那个吗？锄头吗？那先锄个地板吧，把西瓜种回去啊。你种了吗？意外，一切都是西瓜吧？种在上面好了啦。种上面可以吗？没有泥土啊。它会看它会不会浮空啊？看会不会浮空，把它拆掉啊。诶，那两颗种，对啊，种一下。你在大声什么啦？不要细品好不好 ？OK 啦，那我们怪一个，应该应该很快出了吧？大苹果种子呢？种子不见了，先种上去吧。种了。没有网骗到啊，在手上啊，那是南瓜、啊，西瓜不见了。嗯，那还西瓜好不好？我发现 bug 了。你在刷什么憨？干嘛跟我冲一起啊？中上面啦，中了啊！哦，中啊！我这边还有一个哎，这边再弄一个好了，这边再弄一个。这，跟我买的话930啊。你要买麦块符的话，这里 ，here， 没有了，你帮我挖一下地板，我来种。OK， 好啦，那要先回家看一下吗？我现在没木头了，应该有其他的岛屿吧？不然这个空岛也太酷了。没有，就是这个岛生存啊，岛我们过去看一下有什么地方，帮你挖。我下面那个是空的，我不要挖。好，哟，滑鼠失控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啊，就失控一下。我的左键卡住了，怎么一直挖？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你还是往下挖，然后自己掉下去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啊，空中的那个。玩过魔神爸妈有啊，玩过啊。你在看什么啦？刚刚不一次挖完。我怎么都没吸到？对啊。14格。下面差点就喷出来了。啊！两个人挖会比较快吗？我觉得好像一个人挖比较快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没有差啊，没有差吗？对啊，有人说为什么跳起来脚会翘、啊？你跳起来脚不会翘吗？你自己跳跳看啊！喂喂喂喂！爱鹅跳姿势预备。对啊，人家说只有那个啊，只有这个岛，我们岛到其他岛自己改，那些 OK 的啦，等晚上吧。只是食物长不出来，我觉得我们先饿死。真吃苹果度日了。苹果掉了。我们要拓宽啊，要不然把树砍掉，它苹果会掉下去。还是说我们泥土分开一点，然后旁边都盖那个石头啊？有没有？就是变成中间放泥土，然后旁边四个放石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聪明？你哥是不是很聪明？你这是全砖欸，全砖 OK 啊？为什么不用就全砖 OK 啊？等一下贴多岛就升怪？不会啦。什么模组？我刚才讲过啦、啊，就是那动作模组啊。我有在 model list 里面有贴。OK， 可以放了。哦，我挖一个。喂、哎。
欸，打出来了，树出来了，要不要砍一下？但你剩下的木头给我啊，我来弄那个，用普通的麦块。啊，苹果，苹果，什么意思？掉了，掉了，真的假的？掉下去了吗？掉下去。逝去的爱不回来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下一句你接。你接啊！欸，不要让我那边冷场好不好？这样接一下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没有啦，就唱那个啊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欸，我现在什么歌都不会唱，我会唱军歌啦。军歌也可以啊，唱啊。唱军歌欸，唱啊！风云起，山河动，预备唱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唱，跟你唱欸。最近害羞哦，不要这样。怎么害羞？唱啦，唱啦。真性害羞，你最好害羞。KTV 唱的谁比他谁还要大声的，就是你了。那保养喉位，我礼拜一要考试哎，欸哦。什么事？你就唱军歌，让班长看到你在这边唱歌，你就有那个了。保养我的喉咙。保养的喉咙是不是？我礼拜一要考试，没有考过你。啊，害羞就说嘛。真的啦。哦，假的啦。那你可以在你可以在那时光台上面背你考试的项目啊，反正。这样观众都知道你有在预习。假的，我念很快哦，我怕大家听不懂。好，不要你念啊，念一下。还有，没关系，我时空台只有三四个人而已啦，那不用担心啦。还有三四百人吧，没有啦，三四个人而已啦，真的啦，大家都不会介意。那我去你房间看哦。都认识，都认识，都认识的，不用担心啦。那有三四百人，三四个人，六百多人，三四个人啦，啊！哦，刚过来啦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。你回去，你回去，快点啊！六百多人呢，我要打你哦！我打你啊！我打你啊！好，我回去哦！欸，不要把我砍下去！我要把他砍下去，才九个人而已，好不好？差九个人而已啊，八万一啊，不要起争议啦，快唱啦！你不唱我要唱哦。先别唱歌，你有听过安利吗？我没有听过安利，我听过安妮啊。Did you wanna play it? Let it be fine. 哎，怎么换我在挖？加油！我要换手。干嘛盖半砖？刚刚比较省啊！啊，省什么省？孩子的学习不能等，不要省啊，好不好？好像打喷嚏哦！阿啾，谁在想我？弹吉他哦，对啊，那练久了就会长水泡啊。滑掉啊，有洞。你真是很好笑，性感的屁股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看屁股啊！是减肥照。我要看屁看。辛苦的在铺地板。哎，欸，有长熊，一只熊，真假的？就他，就他，抓，走！长毛象，长毛象，杀！跑步带杀声，杀！哎，欸，那个会戳到我啊，那个会戳到队友，你知道吗？真假的？真的啊。那我拿回力，不要在二楼支援你。走，有一大一小，欸，哎，他不见了。欸，等一下，大只的不见了，剩小只的。只是他没办法过来啊，他吃什么？他吃，我们也没有稻草啊。他叫了，我要打了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在那边打，然后我自己掉下去。我要怎么对付他？
两个原，等等，他掉下去了，两个原始人准备要猎捕他了。两个原，等一下，我在后面盖石头了。他会把我撞下去啊！我很害怕、啊。Can you say my name? Hold 住。Your name 3310001。哎、欸，他干嘛？他跳上去了，我要砍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开战，我开战。你看他要撞我怎么办？你先右边呐、啊，站右边、哦，右边。好，我将他掉，将他掉下去啊。过来。他不过来啊！往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用神秘的角度敲他。杀！呀！快跑！快跑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真的假的？他撞下多少个？我剩下三个血。真假的？这么痛？Challenge me！ 哎、欸，他掉下去了 ！No！ 没有漏啊！没有漏啊！今晚晚餐就没了 ！No！ 好吧，我们走吧。都是你呀、啊！都是你的错。食物又没了。还是我们把这边盖两格墙啊？我们盖两格墙啊，那还不会掉出去啊？跳不上去了。对啊，到时候晚餐就没了。搞什么？会不会啦？行不行？说好了专业猎人呢、欸？专业猎人，我还没考猎人执照哦。猎人执照不好考哎、欸。上次考的时候就被那个啊，一个什么西索的，还有小杰把我那个牌子吊走，还有考不过。然后现在开始连载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这猎人啊。新的吗？有那个什么贤和乙篇的那个。虫虫篇的不是吗？就是那个以后没。对啊，王虫篇啊。他现在也开始在播了，这样，我们可能需要原始人执照吧？这样可以了吧？是不是就很 perfect 吗？啊，这个很碍眼哎、欸！走走走！我现在要三个那个、啊，这是 land war 啦 ，land game， 剩三个宝石度啦。这样，你不是有苹果吗？去吃啊！没有啊，就掉到深渊里面啊。那我知道割骨未亲了，我割我屁股肉给你吃，要吃吗？不要。吃哥哥的屁股肉。吃骨沟。吃骨沟肉。骨肉好吗？然后有24孝割屁股未亲的。可是如果说现代时代的话，应该被人家当变态吧？你好，今天晚上吃我的屁股。我已经实况10-2啦，树长大了，人也长大了，女儿要出嫁了啊！有苹果，有苹果了！砍下来的树就跟嫁出去的女儿一样，砍下来的树就跟飞出去的棒球是一样，飞出去的棒球一去不复返嘛，去不回了，就像变心的女友回不，盖两个，这样长出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赶紧去吃饭吧。真的假的？恭喜啊！欢迎欢迎。Hello。干什么干什么？危险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晚上，要出怪了吗？我先回家驻点一下。我看好像看到怪物了、欸。是吧？那是仙人掌。是怪是仙人掌吗？没有吧？看得到吗？饱足感下降中，饱足感底餐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其实拓展蛮快的，你看我们岛好大、啊。可是没有食物啊，食物还是不够。可以啊，直接给 IP 就好啦。摔伤了，这个家设计不良，设计的很娘好不好？是你自己不懂享受，如此完美的家，哎、欸，
欸，我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欸，怎么办？我要吃你了。开 VCR 啊，开 VCR 啊，不要啦，请给我苹果。优野，我不想，我不想改优野，优野好蠢哦。Yellow， 没出冠。对啊，我们把它改成石头武器啊，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石头了。石头有啊，我有石头啊。石头的武器啊，你现在这种树要怎么砍啊？你看后面啦。皮妈在煮菜了。香，对啊，平常在炒菜啊，香。什么皮蒂的什么东西啊？耶，萤火。对啊，树会烧啊，等它烧起来，我们就萤火了。小心火灾。地板都木头做的，是有点危险。不会啊 ，C 帝国三吗？不要。用跳的。好了，我要先做那个进入到石器时代了。有的忘记我们有黑曜石这件事情了，欸。黑曜石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可以做那个吧，地狱之门啊，要试试看。说有没有可以做武器，或是没办法吧？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黑曜石可以做地狱之门，怎么弄啊？哇哦！你要盖一些东西来让它那个吧，有支撑点。挖一下。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要盖哪边？盖家里二楼。看书怪了没？好啊，盖家里二楼。不行啊，这样家里二楼会烧起来啊。会吗？会啊，如果你用，你们没有打火机啊，你只有用，只能用岩浆不是吗？那就盖这边啊。哎，欸，出怪，走走走走走，打怪去了。我剩三格血。可以的，你哥专业的好吗？出什么怪？苦力怕。力怕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没中。危险哦！哎呀！呜呜呜！输了哇！掉下去，掉下去，然后掉下去，力怕比较危险。不准爆！有吗？我要把路拓宽啊，要不然都只有。对啊，再掉下去啦！那再拓，那再拓宽一点啦。老鼠本来可以煮鼠肉可以吃，欸，你看又把珍贵食物浪费掉了。啊！我们大家过来看啊！在做这座岛上面，这座岛真的是好烂的岛，烂岛，吃自己了啦！欸，蜘蛛，蜘蛛，蜘蛛。蜘蛛眼可以吃吗？有没有僵尸啊？可以吃腐肉。僵尸哦，没有僵尸啊。蜘蛛自己撞墙死掉了。哦！等一下，这个不太妙哦，欸，太妙，欸。你不要，你看什么？不要阴我。意外，意外。中毒。